小苹果，我吃。喵喵喵！啊，我为什么变成苹果了？啊，苹果怎么掉在地上了？我又变成桌子了。我来写作业。哎呦，忘带笔了。啊，我的作业怎么变成了两份？大宝哥哥，是我呀。哎呀，这么多，我得写到什么时候？啊，作业为什么变成笔了？嘿嘿，这下我只有写一份作业了。哇，这笔还能自动帮我写作业，我是熊妹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大宝，小妹消失了，我们快去找找吧。别着急，你们看，我是熊妹，难道这张纸是熊妹编的？那我们快去找凯琳阿姨，把熊妹编回来吧。啊，编的，弄错了，我才是熊妹呀。凯琳阿姨，快帮帮我们吧，熊妹编成一张纸了。我马上把它变回来，魔女之力。熊妹怎么连眼睛也不眨？她可能生病了，你们还是带她去看看医生吧。好吧。真奇怪，小朋友们知道熊妹到底怎么了吗？快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。熊妹到底怎么了？连医生伯伯和小精灵也不能让她回复。这一定和熊妹变成纸有关系。大宝，你知道是谁把熊妹变成纸的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是在作业本里发现熊妹的，作业本是眼镜老师发的。那我们快去问问眼镜老师。你们要问什么？眼镜老师，你发给我的作业本里有熊妹变成的纸，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发给你们的作业本都是一样的。不过这支笔是谁的？我用它只能写出我是熊妹四个字。什么？我试试。我是熊妹，我是熊妹，这支笔不受我控制，只能写出我是熊妹。啊，我明白了，这支笔才是熊妹，我们之前搞错了。没错没错，看来小贝猜对了，我们快去找凯琳阿姨把熊妹变回来。啊，我终于变回来了。熊妹，你怎么会变成一支笔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吃了一个苹果之后就变成苹果，然后又变成桌子、作业和笔，碰到什么就变成什么。难道是熊妹吃的苹果有问题？我也不知道。熊妹，你的伊洛丽卡牌还给你。好的。哦，熊妹怎么变成伊洛丽卡牌了？看来凯琳阿姨只能把熊妹变回来，但是不能解除熊妹身上的变变变魔法。我们去看看监控，熊妹吃的苹果到底是谁的？我知道，是我爸爸的。黑羊哥哥，你怎么知道的？童话王国只有我爸爸有这样的变变变苹果，熊妹吃的一定是红苹果，他只要吃了这个绿色的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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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苹果，就不会再变了。哦，黑羊哥哥，谢谢你。熊妹现在变成伊洛丽卡牌不能吃苹果，我们得去找凯琳阿姨把熊妹变回来才行。我来了，魔女之力。熊妹，快吃！喵喵喵！哇，这下不用再担心变来变去了。小朋友们，可不要像我一样吃来历不明的东西哦。